然后现在做工作觉得力不从心，是应该专心工作还是专心调养身体？我现在在一个学佛的中医那里喝中药，对修行理解的不深刻，请老师指点。看老师的视频说要赶快觉醒，我觉醒是有一段，我觉醒是一段一段的，所以还是搞不懂什么是觉醒，请老师开示。你看所有的众生都有各种问题啊，所以你现在还在东华寺做义工吗？没有了，现在只是在调理身体是吧？你不过在工作啊。你问的问题是应该专心工作还是调养身体，你觉得这两个冲突吗？这两个我现在是准备要辞职啊，准备辞了职，然后专门的调身体。他不像我，他不想让我辞职。哦，那你是说还是专心调养身体？就是说你说辞了工作专门调病身体，你觉得身体很难受吗？觉得身体弱啊，辞了职。你结婚了吗？现在没有啊，就是有女朋友是吧？嗯，我觉得你应该专心工作。嗯，但你是做什么工作？我以前是做那个 IT 的。就是觉得用脑子就精力上不去了，是对，你这个工作是要大量的很近的用脑的，所以你会觉得类似这样的。如果体力还好一点，专心写程序很累吗？觉得？比较累。就是你工作很忙很忙，没有休息的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。那是挺辛苦。你也可以，就是说，如果因为这个写程序真的是对，就挺累的嘛，因为他天天而且他要用脑的，知道吧？要写东西都用脑，这个是挺消耗的。你要是调理这个就是肾啊这一块的病的话，他这个环境辅导是这一块，你还真是要休息一下。但是专心工作呢，能让你忘记很多的过去啊那些东西啊。你可以换一个轻松的工作，先坐着，最好是能够有休息有工作的这样的工作，比如说能有拿出一段时间，可以有，就说不是全天24小时都要在电脑，就是说能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的，哎，换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来去，边工作边吃点中药调理一下。至于说你说的老师，去一个老师那儿，就是说不管你是去，因为你这些都是不管他叫道场还是不叫道场，你去接触一个老师，最主要看他能不能触动你一些东西，或者是你能够有点收获，或者跟他交流一下。至于如果你不是想长期一直他修行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，他好或者坏这些没有必要知道了。如果你说我要拜他为师，长期一直他修行，这个我们在没有慧眼以前也是无法去知道这个老师的层次的。那么我们只能说在眼前这个老师或者他做的这些事对我有没有帮助，你只能考虑眼前他对我们的身体心态，还有他说的东西能不能让我们感觉到我受益了，或者是什么，只能从这个角度先看，是吧？还有如果是修正佛法的话，你要寻找修正佛法的老师的话，那这个呢有时候你只要心中升起慈悲，或者升起，因为诸佛菩萨他的慈悲心都很强，你只要心中有慈悲有善良，你总有一天会遇到佛菩萨做你的上师的，因为那是相应，知道吧？虽然我们没有慧眼不知道这个老师，但是你会受益的，因为你跟佛菩萨相应。有时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的人说我有时候道场也有一些，我见过哪个道场跟那个徒弟也很坏啊，就心中很有恶念啊，那个老师也挺好慈悲的，为啥他就相应了呢？是吧？说徒弟是吧，这个是第一次生生世世的法缘，有时候有时候生生世世法缘也会相遇，还有生生世世的眷属也会相遇。眷属是什么？可能就是说要债的欠债的这些都会相遇，做你的弟子，做老师的弟子都有可能啊。我觉醒是一段者，所以还是搞懂什么是觉醒。佛法里边的觉醒，因为我说的觉醒都是指的在佛法里边觉醒是，佛说我们现在你不是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无奈啊，你很多盲区就看不清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轮回是什么，是吧？
而且轮回，佛说有三界六道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们只能看见个畜生道。哎，佛说有生生世世轮回，我们也忘了，上一辈子到底有没有不知道，下一辈子去哪里也不知道。哎，所有的这些，而且神世界有很多的明天后天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知道吧？很多迷茫的东西，而且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方向在哪里，我做什么是好的不好的，能够等等，你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盲区，来自于叫无明，就它有一个概念叫无明，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很有局限性的时空里，我们看不清楚，哎，就是这叫无明。所以觉醒就是说把这所有的盲区解脱的，哎，就是说都看清楚。哎，你现在等于是就是假如这个房子你看这么多人摆着这么多东西啊，你从那个窗子缝里看这个家的时候，你只能看见一点点，所以你是搞不定你的人生的。你看人生就像从那个窗子缝里，你的人生就像这个房间，那你看人生的角度叫三维，你是人力的角度，那么等于是在窗缝里边看这个房间，你只能看到一线一线，哎，一点点，还得有光明，就是没光明你连一线也看不见，就是所以的你看你的生命呢，你只能看见一点点一线，你看不见两边。如果你能连两边看见，这就叫觉醒，突破所有的维度。所以在佛法里的觉醒需要修正，它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东西，所以我告诉你怎么看就觉醒了。它打破那个窗子，从那个你是现在从窗缝看嘛，你看人生，因为是三维嘛，我们要突破维度，就是把那个窗子那个全部打拉开，让你把那个窗子卸掉，把阻挡你的所有障碍清理掉，然后看到宇宙的真相，宇宙的实相，这叫觉醒啊。看到你生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，看到你是谁，这不是说哲学有三个问题，经常大家看清楚，这都就生命的意义，看清楚，这就叫觉醒，你知道吧？你想不想看清楚？佛说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因为我们只是从窗缝里边看人生嘛，我们三维很小的嘛，那么我们经常被骗嘛，因为你从那个缝缝里边看过来，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怎么也搞不清它是什么，而且你该怎么面对它？如果你看清楚了，你当然知道它就是要这些科就行了，是吧？很简单，是吧？这叫自在。你看清楚的人就获得了大自在，生命的大自在啊。所以你需要就是，但是要搞清楚，要觉醒呢，在佛学里面，它需要修一种状态，通过一种状态来觉醒，打破那个窗子，打破维度，就是正定，修正定啊。所以为什么经常你看着修行人坐在坐垫上不动？他就是通过那种方式来入正定。那个在坐垫上功夫修到一定时候，他就在生活里可以修了，你就看不出来了，他的修行没有痕迹，你看不出他在修行，其实他每天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修定，知道吧？家父是一位精神病患者，感觉和他还是有些不好沟通的地方，该怎么做比较好？接触佛法之后，有的时候会高谈阔论，停在口头禅上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对治？如果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一个有病的人，那么你很难跟他沟通，首先这个概念已经是障碍了，因为你觉得你父亲是个精神病患者，所以他说的每句话你就认为是错的，你怎么跟他沟通呢？按照他的思维跟他沟通了，既然你是清醒的，其实对佛来说，如果一尊佛，如果一个觉醒的人跟所有的六道众生沟通，都像跟精神病人在沟通，懂吧？众生是无明的，佛说众生是无明的，众生是就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生命，他对这个房间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，所以他看过来，假如只能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就不断的问这些问题，从哪来的，这是什么，哎，他就不断的就把他见闻觉知到的问题当成了问题，但是其实他的生命的障碍不是那些问题导致的，他觉得他的生命走得不顺利，事业不顺利，情感不顺利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，其实是他的局限性导致的，他生命没有宽度，没有这个局限，他认知上的盲区导致的。一个精神病患者，他也有他的世界，知道吧？当然我们治好他，治的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，那样就行了，是吧？正常人其实我们也是有病的，佛说我们也是有病的，啊，叫无明病啊。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是正常的时候，那其他精神病患者就不正常。如果你真的想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交流的时候，试着按照他的角度去说，他说天上有个花，但是你没看见，你说是吗？什么颜色的？
这就是沟通。他说我看见天上有个花，如果你真的认为它是冰，你说是吗？什么颜色的？你不要说哪有，瞎说瞎说，我怎么没看见？哎，这就不叫沟通了。哎，顺着他的思维去随顺他，那就是交流，知道吧？那样可以安慰他，知道吧？然后到他情绪定下来，然后慢慢吃药，当然也要治疗啊。如果是有病的话，你要吃药治疗的。光沟通交流可能还不行。接触佛法后，有的时候会高谈阔论，情在口头缠绕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对治？不用对治，没关系的，只要别人不骂你就行，不说你就行，没关系。刚开始修行都这样，都是口头禅嘛，大家没证的，就是说佛法的时候都是口里边一片空性证界啊，说空性，但没证的嘛，是吧？那都是口头禅了，是吧？但是大家这个芥蒂要先确立啊，有证之见是好的，口头禅也不怕啊，但是不要认为你证得了就行了，说你会说不见得你能在世上透得过，理上透得过。如果你在世上理上没透过，那你没证的，所以继续回去修正。但是理论可以说，口头禅也可以说啊，这个不怕的。但是人家别人骂你说你看你口头禅骂你的时候，你也承受果报就行了，不要跟人家争辩，反正自己就是口头禅嘛，是吧？坦然的高高兴兴的接受这个口头禅啊，别人说你的状态。